在我的生命里充满了爱和关怀，带领我一小步一小步的前进，也为我的生命带来无限希望。我妹妹毕业时可是第一名的大学生哦。海伦她不但学会了说话，甚至学会了法文、德文。小姐啊，她还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演讲哦。我也有去啊。海伦她还成立了基金会，帮助和她一样的孩子们。最后，她甚至还拿到了博士学位，我真是为她感到光荣。她是一个美丽的奇迹，在疾病苦难的背后，神给了海伦无限的祝福。